这就是我他5块钱一盆水平。那必须给老板上一课。葡萄、草莓、野果、珍珠、米露、芋圆和这个西瓜是吧？葡萄干。在家都不好意思了。谢谢老板，还可以来家呀，好谢谢你。对，今天火锅都值啊。康康，我今天的晚餐。点了一个酸辣粉。他们家做酸辣粉好有嚼劲，嘴上飘肉片，蒜泥白肉。那些肉片加酸辣粉，嫩个入味儿。天天可以给我续点椰浆不？好，谢谢。他们家的种甜品都是可以无限续加的4块钱。谢谢娘娘。麻辣鸭爪，最后来一口他们的蟹棒收尾。蟹棒好甜，不错。又结束完美的一餐，肚子都又吃大了。